哎，大家好，我是 Kelly，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嘿，大家好，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二。今天 Market Watch 快半夜了啊，刚刚我实在是今天干不完，结果搞了这么晚，11点51分，现在是 New Listing 888。I hope today has some deals in it because the number is 888。Price increase 89, price decrease 1226. My God. Background market 261. Sold 7734. Leased 137. Pending 665. 今天周二啊。好的，我们去看一下新房源啊，888，这个888非常好的数字。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是否有比较好的、便宜的。昨天那个挺便宜啊，23万几的。好像没什么人感兴趣，但那个新房也真的太划算了啊！应该抓紧，退休房是真的不错，39万9，在这儿出了一个39万9。Oh my goodness，这个是好房哎，朋友们，227平方英尺，这个你一定要拿下，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房，OK？39万9，1750平方英尺，没有物业费，这是 Golf Gate 旁边，户型漂亮，这个 lot 看也像是0.2，看着吗？0.2，猜的真准。OK，好好读读这个好房又出来了，上次出来的是36万5，看看这个房，它有什么地儿要修的？如果没有要修的，赶紧拿下，这太便宜了。一个平方英尺才227，而且这么大地呢，0.20，OK。然后它这个是 block home，OK，concrete cement 石灰砖做的墙，the perfect layout and the perfect location and the perfect palette on which to put your perfect touches for the perfect price located。Just on the fringe of Golf Gate, this home is convenient to so much. Enter to the light-filled, wide-open living dining area and kitchen. There's ample space for all here in this split plan. 3 bedroom, 2 baths. The owner's retreat opens onto a large floor room. The two-car garage will come in handy. For storing all your toys, there's plenty of space for pool on the large lot, close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Golf
The Legacy Trail Restaurant, Potter Park, Grocery Store, Costco is less than 5 miles to the sugar sands of world famous Siesta Key Beach. School are A-rated. Great investment potential here. New roof 2021. Great, 这个是非常不错。There are no deed restrictions to bring your Florida dreams to life her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pictures. I really like it. 全是地砖，厨房没关系，出租房啊，出租房没关系，就这样的就可以。这个 sliding door 可以 update，没关系，这里头都是地砖，这家人弄得还真的不错。嗯，而且他这个砖儿，这个踢脚线全都是砖做的，这家真的很用心。门也好看，窗户没关系，拒风都没有损坏。这还有个 pantry，这儿可以放一个 island。这个橱柜稍微旧一点没关系，可以换个门。橱柜可以做一个 replace the cabinet doors。这些都没问题，都可以更换，没多钱。这个也没多钱，不用换也可以。要换，我也可以帮你换。OK，你要做出租房的话，就这个都好换。这个我换过，我装过一个，dishwasher 不难。OK，这房我就是没钱，我有钱我真的想买这房好。OK，这个玻璃都没有，我家的单层玻璃，而且我有一个玻璃还是坏了，裂缝了。就在 Golf Gate 这儿，我就在这边的 condo。我的这么强烈的飓风，好好的，我的玻璃没问题。OK，这个是地砖，你省老了钱了，这个真的太划算了，比上一次看那36万5强。为什么？因为它的地砖这儿坎儿也是地砖，这个 fence 都可以修。OK，没大问题。这个房好，赶紧抓这个，因为是 single family home，还没有物业费，最重要没物业费。这些小树 trim trim，不行的话都给它扔了，这不要了。这 tree 在这儿看的不顺眼，这小 tree 没啥意思，在这摆着。这种树可以，他家没有大树，看见了吗？前后院都没有大树，那种大树是最讨厌的，因为容易砸，挨砸。这个房一没弄好，这飓风就给你来一下的麻烦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看一下这个图，这怎么没有照？怎么的呢？这个这不行，看不了，看不了。它这个就看这个地图。OK，它在这个 B Ridge，no Beneva，这条路还是比较烦，比如说。就是车比较来来往往，但是有一家在这儿，但是这个 lot 非常好，正南正北啊，车库朝南，院子朝北，出门这是什么东西？哦，这是个 church，对面就是一个教会，看见吗？Wait a second，religious 这边怎么还有房呢？这写的 religious，又盖房了，这是？这是个教会，这么多房呢，一个、两个、三个，没分好这个啊、哦。这个房非常好，39万9啊，太划算，这肯定被抢，这肯定被抢，朋友们，OK，这肯定被抢，这肯定被抢，说了好几句了啊，肯定被抢。这个照片不行，这个。还是回来吧，这上的这个 street view 看不出来，no，看不出来这 street view，算了吧，还是看这个啊，出来就是去 beach，OK，这块对面这块就是 Costco，OK，这块就是 Costco，然后去学校也非常近，就在这儿，开出去不远就学校，OK，在 Beneva 上，OK，Beneva。然后这边就是 Costco 就在这，OK，非常棒这个地方，39万9，40万的房，
非常好啊，赶紧下手，赶紧下手这个啊！上次那个36万5那个需要很多的装修，这个地砖全是好的，唯一就是这个家用电器比较老化一点，还有窗户，别地儿没有，没毛病。这些小数都应该 trim 一下，trim 成方形或者怎么样，这有点乱。OK，这个是什么东西？自己弄，这个都很简单。房子的骨头架子，这个泵绝对好。OK。好的，第一个房我能看到的就是好的 news，这是好房。OK，虽然是旧点儿，可以装修，但它便宜啊，它便宜啊，价钱合适啊，才200多一个平方英尺。2004年的房，看一下，它是个 villa，53万9，一个平方英尺351，这房也挺漂亮的啊，看一眼吧，paved。地砖，看这个砖缝啊，地砖，房子是高居顶，漂亮啊哈。04年的房都还是不错，比较新的啊，这房不错。OK，351，这个什么都是好的。OK，大理石台面什么的，然后 crown molding，这家不错。好的，看下一个房，有刚需的需要这个学区房的啊，这不是那个 Ashton School，所以。刚需的可以啊，78万9，壁纸上有房，看一下它这是啥，1201平方英尺，villa，78万9，那算贵的。OK，简单看一下吧，这个好啊，这个 concrete，这个是车库。OK，干干净净啊，瓦房顶，大理石台面，干干净净啊，全是新。新装的，好像这个窗户也是新的吗？这个窗户有点看不出来，它那窗帘挡的，splash backsplash，everything nice remodeled，然后在壁纸上，OK，在那个岛子上都进行装修了，怨不得它这么贵。你不用再做任何事情，这就在岛子上，OK。然后自己家有个小凉亭在外头，就是楼上。楼上加跑水没有楼上，OK，你不必要这个害怕被跑水被淹，OK，这些小房在这儿挺好的啊，物业费多少钱？750，包含什么？不是老年的啊，不是55加，它包含什么？没有写。岛上房都贵啊，因为对面就是沙滩，OK，走过去就是沙滩，OK，就这么方便。那天在这儿的房，过一个桥就沙滩，没买，27万5，太便宜了，不买，我就是没钱，我有钱我买。OK，这儿还有一个199200万的房，看一下，肯定是哦，划船，可以划船的。这个是那什么啊？这是个 dock 还是什么？啊，这个啊，你看有轮子在这儿，把船一推就下去了。这家这个东西好。看见吗？这个轮子，这儿都是轮子。OK，一推把船就推下水，可以钓鱼，可以出船，棒极了。200万，后院也有游泳池，看见没？佛州的好处不是铺的石头子儿，而是铺的贝壳。OK，贝壳，但在 Longboat Key 那一段儿，那个沙滩有好多贝壳扎脚，不能光脚丫子在沙滩上走，要穿鞋，否则扎脚。你不怕扎？你就光脚踩沙滩，OK。然后这家是对着这个，它的这个 canal 的水景，这个 water view 比较大一些，OK。整个的都是这个石灰的阳台吧。嗯哼，这块 privacy 这个和我查了嘛？家里能停船啊？这家挺过日子，搞的这个东西一下就下去，这船，这个东西干什么的呢？这个。这个放船的地方也是轮子往下推的，看见吗？这都是轮子。这家过日子有脑袋，房子是这样的，比较老的啊，但是是 vaulted ceiling，有 fireplace，像是 frame 我不知道地毯这块儿，这个厨房是地砖，大理石台面，台下盆，窗户是摇的老窗户，老房，家用电器非常棒，一看这个是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是
LG 的还是 Whirlpool? I don't know. But anyway, it's nice, right? Countertop, granite countertop. 这好像是欧式的橱柜，和一般的不一样，对吧？哎呦，它这个床可以搭纱窗，呀、哇，它这床这么高的，这是懒奶，OK，阳光房这边就是船，这是搭的窗帘，OK，阳光不至于暴晒，OK，哦，洗衣房吗？不是。洗手间、卫生间、主卧房，非常不错啊！不看了，这房200万啊，200万，1000多一个平方英尺，总共 heated area 是1600多。不看了，我们看完一眼了，开眼啊！我们看这个就是开眼，我们总看那个便宜的房，我们也要看看旧房，就是那个贵点的房，海上的房，跟大家开开眼。这是 frame home，不要看了。一看就是，打个赌吗？哪去了？Wood frame，看见了吗？不用看了，不结实，意味着有这种危险，有白蚁进去的危险。这个没有车库，但是它便宜，35万，1261平方英，277。像这样的价位，走得非常快，有很多人承担得起。Block home，OK？Block home，这估计也很快没有。3、4天吧，6天之内应该没有，这房就卖了。这是 block home，老式的窗户，地毯没关系，它这块儿是这个那种啊，比这个地砖还好。这厨房 dated 也完全可以，前阶段那36万5那也挺好，33万9、34万9的那也不错，都是装修了，但地点不是特别好。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 lanai，这个可以再装修一下啊哈，价钱便宜啊，刚需的应该买这个。洗衣房有这个，有 laundry tub 挺好。OK，这有人在这照相，看见了吗 ？Water heater，这是好的 water heater。OK，这 water heater 不错的，这个是这样啊。这是 block home，他这需要粉刷一下。这家没太做更多的事儿，如果的干嘛的话，可以多卖点钱。但是他这个价钱，不知道是否有刚需的需要这种房。35万啊，35万便宜房，前几段那26万的真便宜，31万5看一眼，这小房呀，行，看一下啊，2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半。931平方英尺，这个是 wood frame 还是 block？它是 block，看一下。对，这个不一定。你院子里都可以停吧，停 trailer。进行装修了，它这是全景照射，它这个照片照得好啊，但是不是特别标准，但是一张照片告诉了你这个房间是怎样摆设的。这 living room kitchen that's it，进屋是这样的，kitchen 在这儿，不是 open plan，可以把这墙挖开，然后在这儿可以，也可以，OK，你看，但是得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的，怎么说，变成一个 island 的，这地儿厨房跟这个 living room 就是通的了，open，这现在就不是 kitchen 就是 kitchen，窗户好像是新窗户。这个搞得也挺好，这个地方搞得挺好啊，弄得还算挺漂亮的。冰箱就是太 dated 的了，地砖可以，厕所这儿可以更新，花不了多少钱，不到1000块钱搞定，行吧？这个31万5，这个便宜哈。This is a solid home, newer AC, new water heater, roof 2007。31万5，OK。今天有几个房比较便宜啊？31万5，这儿呢？34万3，这也行，在 B Ridge 上，near B Ridge，3卧室2卫生间，877平方英尺，这就没有那个划算。这个面积小，391块钱一个 square feet，但是这个价钱便宜，34万3。看一下，这种数挺讨厌，
多难看的树啊，在这儿，万一倒了，咔嚓，房顶就完了。这棵树不好，这棵树不好，也是不落空。这家刷了，把这个房刷成白色的。哦，都进行装修了，怨不得的，390多块钱一个平方英尺，都进行装修了，这小房，OK。所以他要3、4万3，877平方英尺，3个卧室，2卫生间。哇哦，这个刚需的应该能买，因为全部进行装修了，这个应该能被一些人拿下，地点也挺好，在 Bridge 上，OK，Bridge 附近，OK，这个行。39万9又出来一个，OK，看一下，这个房好像是2层。1100多平方英，357一个平方英尺，79年的房，Great location true，小房啊，这样连 driveway 都不是 concrete，小房这是 frame home，不要看了，打赌吗？看到吗？wood frame home，不要看了，再便宜都不要，OK，再便宜都不要那种房，它是给你将来的屋顶会造成麻烦。会造成潜在的威胁，都是贵房了啊！25万是在这儿有一个，可这地点不是特别好，可能是 villa 这个开年，猜的多对呀，因为这个价钱在这摆着，25万是便宜啊，966平方英尺，262一个平方英尺，看一下应该装修了，如果没装修，这个价有点贵哦。它这是 vaulted 的 ceiling，这个在屋里不发闷。没有进行更新，全都是老式家具，老式的橱柜，全是老式的。这还它是 gas stove，you know，这是煤气的啊，炉灶是煤气的。它这个问题是 vaulted ceiling 就给你这个房增加了很多价值，它棚顶比较高，you know，地可以，就是厨房都是比较 dated 的，这花不了多少钱，2万块钱足够了。就是这样，OK，地毯也没关系，这也花不了多钱，总共不到3万块钱。一本我可以说2万块9就搞定，都换了，嗯，然后再家里有懒奶，挺好的，都搞了，挺好的啊，这个便宜，这个区域还行，比较静悄悄。这个我经常开车从那路过，嗯，这价钱好啊，是吧？254，25万4啊，250,000，OK，这个呢，物业费看一下，430，对，大概都这个价，物业费一般都这个价，stucco and unit，我一听那 stucco 就不高兴，concrete 或者是 block，说这个好，他一说 stucco，估计是 wood frame，他还没写。这经济不写，这事儿不好。OK，好了，今天没什么了，在这边100多万的，好像大家对这个无敌海景房只是开开眼，大家没人问我这房，没人问呐，这无敌海景房，它这个是湖景房，OK，and unit，这是一个 villa，对，villa，536一个平方英尺，别看了。这个呢，81万5，2卧室2卫生间，640平方英尺，估计这也是海边儿，漂亮吧？出门就是海边，出门就沙滩，天天吃完饭了，早晨了，逛一圈看看大海，真心情。OK，天天是 paradise life，天堂般的。那、no, 有海景，这个是多少？不到80万，right？80万5，有海景啊，这有海景，物业费不太贵，750才便宜。这是来 Longboat Key，这是在 Longboat Key。好啦，我们再去看一下攀顶的吧，看一下攀顶的后信儿。我给大家介绍那些房有没有攀顶的，看一下。Osprey 这个房
22万攀顶，这好像是 wood frame。行，wood siding，这没跟大家介绍，但是攀顶零天就攀顶，OK，零天就攀顶喽，22万一个卧室，看见了吗？865平方英尺，但是它 wood frame 不好，不结实，22万，当天就没了啊，便宜房当天就没了啊，我要说重要的话说几遍，96万9，2016年的房。109天没了，我也不看了，肯定降价，不降价卖不了。35万的攀顶哦，3天看见吗？35万，前几天没跟介绍这个，因为还有更便宜的，就介绍其他房。我不太喜欢这个户型，没有车库，但是3天就攀顶。今天我说的31万多的那个，还有那个39万的攀顶也会快。这30万看一眼。这是 wood frame 不看了，但是也看一眼它几天攀顶，3天攀顶，便宜房啊，看见了吗？便宜房攀顶的快，44万9，这个院儿比较大，21天攀顶，65万的房，OK，这是矮啪啪的，对，这个100天一定降价，29万4这个，没看见这房呢，5天攀顶。这个呢，看一下 concrete，这个我好像没错过了，这房没看见。这个太便宜了，4个卧室俩卫生间，you know，29万4，5天攀顶，太便宜了。好像我介绍这个了，26万5这个，看一下，4天攀顶。我介绍了，这是55家的吧？看一下，对，55家，我介绍这个房了，大家没感冒。26万5，4天攀顶。我说了，我介绍房都攀顶的很快，因为都是 deal 啊，都是 deals。好了，就这么样，今天就到这里。Good night，明天再见。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